抽奖试一下，充多少钱呢？充1300，搞起来呀！13000，牛皮！2倍价值，抓抓！7铁10里包。看能不能抽到传奇，只要抽到一个传奇我就无敌。寄居蟹、彩虹蟹、螳螂虾升级，海盗帽，书升级，彩虹皮肤，紫漩涡皮肤，瞎子，什么垃圾东西啊！能不能等得行吗？传奇给我，稀有肘蟹，什么垃圾，看不上。我操！50块钱抽一把，就是给我抽这个垃圾东西。稀有螃蟹几率1.9%，超稀有0.9%，巨稀有0.33%，传奇0.17%。什么垃圾？传奇！传奇！传奇！我操！传奇！一个垃圾稀有实现，你给我来个音乐！我操！什么垃圾东西？来点传奇吧，大哥！超稀有老虎哦，皮肤！哎呀，皮肤有个屌用啊！
超稀有斑马，妈什么鬼？不要来皮肤，不要来皮肤，不要来，不要来。买那个大龙虾，大龙虾600块啊，超稀有不行。600块我买那个，我还不抽出来吗？三个那么牛逼的音乐，结果一个都不出。音乐搞那么牛逼，有个屁用！怎么呀？这是什么？1000块钱没了，2级攻击力，生命消耗加70%，生命消耗加70%是什么意思啊？掉血掉得快是吧？攻击力加的更多，掉血更快。哦，那没什么用。暴击几率增加15%。好贵，600，我去，放了抽吧。这帽子还行，这个还行，这个100块啊，100块一个，100块，不亏啊，50块。抽中一个100块的就不亏啊！50块钱抽一次，哇，这个也可以啊，不亏。这个200块，这帽子200块，200。老给我来绿帽子，滚你妈的！不是传奇，巨稀有，好歹跟我瞎子是同一等级的好吗？我去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金色传说，椰子蟹，
这个也可以啊。哎呀，1000块凑完了。传奇没抽着啊。哇，可以升好多技能点啊。技能点太多了吧。椰子蟹的技能是放置被触发或者引线用完时会爆炸的炸弹，就屁股拉炸弹出来呗，拉屎呗，什么恶心的东西，这也太恶心了吧。啊，我他妈1000块钱你就给我这个，我管你吗。这也太矬了，我想要这个。我操，这个牛逼啊，向敌人投掷导弹，导弹都来起来了。我操，这个都屌。这什么技能啊，会吞噬，这个技能是会吞噬与其接触的一切事物。我就吞噬天地，这个也牛逼。点燃附近一切东西，全部点燃。哎，这个还行，这个巨稀有的也还可以。其他几个就太拉垮了，这些东西太拉垮了吧，太拉垮了，我去。我瞎子等级最高，再充1000吧，再充1000就不充了，就看直播能不能搞得起来啊。来吧，赌一下。彩虹蟹、石蟹、螳螂虾、椰子蟹。手感来了，手感来了，看到没有，第一个就抽一个超稀有啊，手感来了，来了，开始了，要哟，第一发就暴击了。超稀有鲨鱼帽，我去，这个可以加移速6%，这个牛逼啊，这个升满的话，如果抽到五个的话加移速，这个牛逼。两个鲨鱼帽了，我什么啊，
把50块啊。椰子蟹。一半了，抽了一半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提升攻击伤害的20%，哎，这个牛逼啊！我操，拉垮呀！这最后10把，他没有保底。传奇，我操，外星人螃蟹啊，吞噬天地技能，吞噬天地万事，果然啊，可以可以。哎呀，等等我给他戴个顶级帽子啊，这他妈起飞啊，啊，可以可以，不亏。